我们在当时清理这件器物的沉积物中呢，是发现了在五件遗落在它的颈部放竖着放着，然后还有五件遗落的横放在它的肩部，另外还有十件遗落的，总共有四摞在它的腹部这样竖着放，总共有五十件。就是杯子之间呢是垫着稻壳，可以起到防震的作用。